这酒吧，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哦。今天你们在座的真的很幸运，就是可以听到我们比萨路乐团的全创作，真的很棒。那刚刚就是一首非常非常先没有那么激动的歌，先带给你们。虽然我刚有点掉眼泪了哦，没想到我第八任女朋友啊。唉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首歌带来的是《那通电话》。那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第三个女朋友的哦。你不要笑了，这是亲身经历，撕心裂肺写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乐团哦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曲风很多。那刚刚我们好像带你们到美国的东岸了哈，那现在这首歌，我们先飞回来台湾一下哦，因为有疫情。好，这首歌叫《那通电话》，非常好听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。然后我简短的说一下这首歌的故事，就是，那个女朋友是我这辈子就是，第一个挚爱，爱跟挚爱不一样。然后，这是我跟他最后一通电话的内容，他跟我讲的，然后我都把它记起来，然后就是把它用笔记这样记起来。这是他对我说的话。那时候的我还不成熟，就是还是个小男孩这样。所以他对我说的这些话，那这些话待会你们会在歌词里面听到。所以这首歌叫《那通电话》，就是最后一通电话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
讲过，你最近不要来烦我，我不会对你太好。可是你没听进去，来的理不理你，又要换生活跟别人在一起，生气还要花费心思来安慰你，算了吧，大脑干脆告诉你，我们不会永永远的在一起，也不会日以日的挂念着你，你要一直烦下去，我没有关系，全部都随你。你说你控制不了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这么自由你还是下次找医生去看病，一直在怀疑，对我一直不相信，那么多不实际。